我插一个小故事啊，有一次也是我们这样朋友们聚会，那天韩磊哥喝了点酒，然后他就突然他说你过来说缺点，我一抬头看，我说韩磊哥说实话吗？他说说实话，我说您的眼袋太大了，可不可以处理一下？还真有点。当时韩磊哥就腾给站起来了，我真的吓坏了，因为韩磊哥给我们的感觉一直是挺威严的啊。啊，跟你说，这已经是做过的了。不是，你这说一弄好几回了都。我们印象中韩磊老师是不是眼袋里都是故事，是不是啊？眼袋里都是故事。不是说跟吴彦祖的距离就是一个眼袋的距离吗？Oh baby.